五经呢是印光大师，这近代的了，啊，印光大师取我们不远。他民国20多年才往生的，啊，抗战期间往生的，啊，他老人家把《楞严经》里面25圆通章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一小段经文。 把它放在净土四经后面，变成净土五经，这个做法不可思议呀！啊，还净土还需不需要其他经呢？不需要了，到这就圆满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244个字，我跟诸位说的是，那是。 净土宗的心经，是一大藏教的心经，也就是善导大师他老人家常常讲的：“诸佛所以心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。” 印光大师这个做法了，让我们对这个善导大师说的这句话了，完全明白了。啊，一切诸佛应化在十法界，在一切诸佛刹土的十法界，普度众生。第一个方法是什么？就是持名念佛，求生净土。 三根普被立顿全熟啊，这是了不起的法门呐！啊，极简单、容易、稳当，什么人都能修。 啊，个个都能成就，啊，就善导大师讲这个法门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那为什么修净土的人这么多，往生的人那么少？跟善导大师的话有没有矛盾？给诸位说没有。那什么原因呢？ 你不是如理如法的修行，过在你不在法门，不在经典。你要是如理如法的修，真的万修万人去，一个不漏。《弥陀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 那善根是什么？福德是什么？因缘是什么？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，得人身是因缘，遇佛法是因缘，遇大乘是因缘，啊，遇华严、遇净土，这是了不起的因缘，因缘具足了。那问题在哪里？善根福德，善根是什么？信解，你是不是真信？ 你对这个还有没有问题？如果还有怀疑，你的善根有问题。啊，你对净宗这个道理明不明了？没有透彻明了，明了是帮助你信。你所以有怀疑，你了解的不够透彻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怀疑了，那你信解有了。 啊，信解是善根，福德什么？真干呐！真干的人有福德了。啊，你不是真干，你对这个世间还放不下，还有留念，那就完了。啊，那你就很难成就了。啊，所以经没毛病，啊，理论方法都没毛病，毛病出在自己，烦恼习气。
这个东西要放下。你就决定在这一生呢取得净土。